很感谢 Jasmine 拍这个电影。我觉得你这个电影就是 一般 documentary 很难够会这样抓到人心，因为你的 poetic 你的诗意的手法在里面，所以很自然的，虽然是在讲一个陈述一个老太太在关心监狱里的华人的故事，从你的手法会让大家好像很快的就会完全就是进入人心。你看最后我也很感动，说他跟他 grandma 对不对？这很 touching 的，跟 Daniel 那个是有的比的，他最后也是跟他妈妈和解。你看，你异曲同工之妙。你不知道 Daniel 怎么拍的，你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？他最后杨紫琼也跟他的女儿和解，这个 grandma 也是跟他的 Alan 和解。其实这都是人性的关爱才能够和解，都是以爱为出发点的。